大家好，我是杰克啊，我现在人在越南。我今天我要干嘛呢？我今天我要体验越南的残废餐，就是鼎鼎大名的越南残废餐啦。然后就跟大家来体验一下，这一间是在胡志明市，蛮多人会知道的残废餐啊。至于在哪里，自己看背景啊，我已经介绍你们在哪边了。你们来胡志明可以来这边体验一下啊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一家残废餐到底怎么样。OK,Let's go! 来跟着我进来啊。来，这个是他们的菜单啊，点餐。其实点餐还是你帮我点好了。我哎呦，他有中文耶，好棒哦。好，来什么烤乳猪，哇也太夸张了，我又不吃羊哦。好。我们点餐，我们稍微看它的价位就好了啊、哦。来，其实都不贵哦，八万、十万的，真的不贵耶。嗯，对，凉拌的哦。好了，比那个路边的那个贵一点点，但是其实不贵了啊、哦。好，但是这个吃的呢不是重点，重点是等一下残废的部分啊、哦。好，来，这就是他们的菜单啦。M 包牛腿。潘伟昭。怎么就 M 来？空啊。麦克。M YouTuber。M 麦克，安古麦克。我他害羞，我也害羞。OK，Thank you。选妃的过程呢？菜也上了哦，好，也上菜了哦，好软啊，没有了是不是 ？Finish， Wait a minute， 呼 ，OK， and 包牛腿，浪费，喂。喂，我跟你讲 ，OK， 空张，M 包牛腿 ，Hi Moi，OK，OK，OK Hi Moi，OK，Hi Moi，OK， 来扫，来扫工的 ，Anton Manager， 我喜欢 Manager， 我觉得 Manager 不错，好的，好的。YouTube， 某人呢？某海大佑，这个某海大佑呢，它就是干杯的意思。越南的干杯就叫某海大佑，某海大。但是，干杯应该是某海吧，但是干某海吧又不叫干杯，它没有杯，就是你喝一口。如果要干杯叫沾粉沾，白空对不对？沾粉沾就是干杯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吃饭。中大安根迪 ，I'm hungry。滚过，伤心。好好。加油！某海大佑。我姜粉姜。姜粉姜啊。喝完啊。喝完。你会讲中文吗？一点点啊。一点点。你很会喝哎。喝完啊。你很会喝啊。呀、啊！谢谢，干们，干们 ，M 点二啊，你叫做昂啊？阿锦，能，阿莹 ，OK， 能，他叫阿莹啊。
我希望我老了，那个我的孩子就这么孝顺我。爷爷，您回来了，您终于回来了。好，他们现在要喂我吃这个，要切小一点比较好入口啊。好，好吃。好，进饭了吗？嗯，好吃。喝水。等一下，转过去。OK。文斌，喝啤酒。喝酒，来，喝。OK， 干杯。That sexy smile, looking for to see you. I hope I will lose control. Love you every night, no checking the time. Just us loving you all night long. I can let you go, baby. It's the right thing already, you know. And if he ain't there.很开心，就是几位这个越南美女陪我吃饭啊、哦。那我们一起来，越南的干杯叫做“毛嗨巴哟”，谢谢。詹粉詹嘛，干杯叫詹粉詹，百分百哦。詹粉詹啊，打二，打二。喂 ，OK， 我。食道比较小。谢谢大家 ，say hello， 嗨。我们现在要买单了啊、哦！这个吃完，我刚买了那个菜的单。今天这全部的这个菜大概200万多一点越南盾，换算成台币大概就3000块，所以这些菜很便宜的。但是呢，重点就是今天陪我的这些妹妹，我们要给他们小费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你一定要使出你的超能力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就给妹妹小费啦。哎，干妹安，干妹，她不敢露脸，她不敢露脸。你19岁，我已经懂。来，干妹安，啊，干妹安。特别喜欢他，给2张，嗯。
这就是要使出你的超能力的部分啊、哦。那这就是今天的那个整个残废餐。来，我再来买菜肴的单。这是我们今天的菜单呢、哦。所以其实，在越南吃这个残废餐，餐的本身不贵，总共大概就台币就3000块钱。那我们今天这整餐，然后连女生，连我朋友，大家一起啤酒。那重点就是我要给每个女生小费，那小费一个人大概是700块台币，那我就是给。那当然，这个阿莹她，你比较喜欢的你就多给一点，所以就是这样。但是大概就是这个就是整个残废餐越南残废餐的消费。OK，Noi Hello，Hello， 谢谢，欢迎大家来越南玩。Welcome to Vietnam。Welcome to Vietnam， 阿莹，拜拜。And Danny， 等阿莹。阿莹，她叫阿莹，她叫阿莹。阿莹 ，Hi， 阿莹。我现在问她喜欢怎么样的男生 ？Em thích bạn gái， bạn trai như thế nào？很特板板宅牛天脑，Deep guy，他喜欢帅哥，帅哥，I'm Deep guy 空，好，空哦，我问他我帅吗？他说不帅，崩哇，伤心。